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哥，今天我呢来再做一些蜂王寄给网友。本来呢昨天呢就开始产卵了，但是呢昨天刚好下午要下大雨，来不了。那今天我就抽个时间把蜂王做了，然后寄给需要的朋友啊。那你我过来看一下。原来这里是一群蜂，然后我就把它隔开，蜂王在这里。是昨天或者前天刚开始产卵的。我们把蜂王抓起来，然后给它做个标记呗，做几个陪嫁蜂，同样的陪嫁蜂也不要太多，有五六个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蜂王我已经抓了一个回来，有标记的那个就是蜂王。想继续抓蜂王呢，还抓了几个，然后又大风大雨了。这段时间都一样，那没办法，待会看雨晴以后还能不能继续抓。如果天晴的时候太晚了的话，那快递已经发走，那就容明天了。因为被大雨耽搁了，本来还要抓十几个，就先抓这个八个了。怕去的太晚了，人家快递那边已经发货了，也耽误一天。明天吧，因为刚才雨太大了。这快递已经打包好了，要钻个孔。如果有喜欢邮寄蜂王的朋友。